马上就要春节了，意味着春天还不远了。我之前听小鹿说，广播电台呢，就是听听歌聊聊天。我很好奇，那主播听歌的时候都在干嘛？主播在放歌的时候，你们要断断，你们不要自己左右。这是我跳最难，一个摆过去两块，几个，一个摆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然后你过来，推过去，你推他一下，推他一下，等一下，一推，推一下。然后你往后一点，往前，后来用力的推我一下，然后我就上来，再下来，再推一下，然后他要哪里更高的，再推我，好，结束了，对，完了。有点先休息好不好？明天再弄。你肯定有点看看看，你在看谁？你看他们在干什么？然后说话，要说话，说话。
实都是有交易的，都是有交易的。
Come on.
对，你要这样吗？不行，来，你直接一身的抱起来，真的抱起来吗？来预备，对，这样子好了。Thank you.
开过视窗，放到下一页。